这个我咋毕业以后变好了不是？
我这个情况啊，我就毕业以后啊，我就在村里老家没去，就在村里以后呢，毕业好像是写七，那七三年俺家弟毕业了是，年初嘞，七三年二月，元月六号，我回去啊，七三年回去以后呢，我就进了村办，七六年组长，组长进支部，七八年就干了书记，就干政治就从七八年开始的，到今天的，连副职校起来就七四年我就进了班子以后。我回去我进了班了，一直干到现在，我就是吧，就这个情况。工作也很累，目前呢这个工作呢，我这么这个摊子，我销售收入这里每年我多少，年我上亿，每年春节能出收入，我这公司出收入在七八百元钱多少钱？这个村里这个情况挺好点的，目前呢不能说很好吧的，还算是可以，是吧？从我国内你就是想法，想的就是保着我。事业或者工作也干了，我从亚龄上啊，听啊，都心也都也大了。但是从我国内从心情上从精神啊，他总觉得我那事业还撑不到头了。就兄弟跟他老想着我总感觉，我感觉着心也我自己我在大陆工作当中我出不去了。我觉得我这个村啊，就我这个事业真正的要出在节目里光，我就三年以后，我还得奋斗三年。啊，我定位啊，目定在咱临淄，咱直播，你或者就正午趴子上，我这现在我接这么机会啊，我想心里就是咱同学之间呢，我家里都比较亲的，就是最近我这个想法，我总想干这事儿，可能这几年呢嘛，还是推那这里头啊，还不如出来找我的，反正事情啊，有时候叫家伙我人就忘了，是吧？这是一个，有时候不能说接孩子小孩来叫俺们的谁两口工人，或者有时候俺们的也不一定很妥了，也不对你满意。我有时候下次再给我干事业，就我些亲戚还有朋友啊，有时候肯定不高兴啊。他们我也说啥，我不是没权威，我在村里在公司呢，我这个我这部书记，还有我这刘家事业做那么几大公司，我都没帮手，我非常有权威。我在村里我说过出头嘛，我出个头嘛说的，我也干不了人。但是我非常严格。我要求我自己，我不这样，是吧？就叫你也好，叫出来，我太不了，我叫你吃饭的功夫，我很少叫你吃饭。我这一回当中，我去了早晨那样，这个吃早餐以外，平常中午的晚上接待人我也不多，我是我叫你不多，我呛着孩子。说尽管这么的呢，也没有什么工作，这不有没感情啊，是不是？而且同学朋友之间一些不理解的，就谁混得好不了，他不行，那我就去补着呗。都忙开了，然后在呢，9:00到9:00，往大街口就过来，我坐，你坐那找我，我想你不去，那墙里就来找我吧，他说太贵了，他说回家，你看我不抢手，我必须去啊，他说的也没有什么话，我说，你看工作多好，我认识我的朋友，我才是妈妈，有时候你说老不是妈妈，妈妈我自己是吧？就叫俺娘娶你好侍娘啊，他把我推了，他把我给他推了这一定的位置。说这回我给他多少都是有儿子的，你还得给人家，还得给钱，给娶娘，再为你要他凑这个嘴。我经常呢，你看十年开书记的会啊，只要有一两个都是从书记上十年开会，那十位书记时常出来的会啊，那你叫我去啊，那我就去。啊，说这样。我觉得是呀，我在这承诺一下，达到五年以后啊，我达到我的人生目标以后，啊，我想我人家上了付个大气啊，啊，我想消除头目，要低于突破一亿元高啊，我想实现我的想达到家的实现呢，想目标想历史也突破一亿元，我不是消除头目的，我是完整的做的。我当时说了，我非常隆重的，我请他出去了。哎，我把老师再叫好些，那个，这不是要通知还是你的呀？那时候还是有关系。感谢啊，当时是这样，这就是我想了后来有机会好。但是我今年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我只有他做工，我今年我投不了多少块，投不大些，接近些，我好几千万投出，我投分，现在我想集中点把工作再干起。我说的意思就目前呢。说了年龄，我在那办，我不忙回来打呢。但是这一回年龄到了，我从精神上，从心情上，我总觉得自己
经济来人，你知道有大一块儿。不是干现在现在干经济、干企业、干事业有非常大。现在社会上到今天，用讲的你怎么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，是与时俱进的，干的事都很难。就是我干的事儿也非常难，所以需要求助，是吧？就是到这，然后市场经济嘛，也不是谁说话的。你上个三十块，你赔了没关系。你像现在我自己也好，你到这基数也好，你到这什么，你啥都是吧？绝对不是像他们想的那种干的。我最好，你像大错又大一点，小错小一点，啊，说这种东西都结果什么才干的了？但是你态度好，我说你一旦多少能有加上点儿啊，你或者少有点比别人快点挖出来，相对来还好些。下来你下来就再聚集点啊，你挣钱非常难，是吧？社会到今天你挣什么钱多，是吧？你看着你看着社会多少车出来，看着黄牙黑牙里头是吧，真挣钱就非常难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打中国的，你想打这些下来那还计划经济，像市场经济抓回抓回呀，那经济抓过来赶快抓过来，用国家大的计划说我找了什么组织，世界经济一句话的下来了，找了大了秀。说这样一回讲，这个经济不是说翻的，它经济是规律。你想做啥，你去摸到规律非常难的问题，是吧？它有些成规则的干企业都得挣钱。说下来一回经济规律，现在逼着你，有点，是吧？这个经济规律，它是游戏规则。说你想大的平常啊，大的光说这样，大我举个例子，是吧？啊，买你几个人吧，反正你从这里买你一块钱，那他分钟计买你一块人，一定跑得再往下。咱去了一把情况，去了知道这一个公式，他别的不清楚，到别的你不清楚，你像现在怎么运作啊？说信息现在也支持啊。在几号你们？那坐办公室好了。这个谁？这个，说是现在呀，干的黑呀，行。我讲他现在把这货就送车的，是吧？你不要再商量，就到东西的时候这五十呀。我这凭这个年龄啊，46岁。今天都下班，我在一块儿啊，起码从心情上，是吧？我在那里，我最后我不就是在到的。我说我就感觉他在忙活着，他在干着，我觉得这个人家那一手啊，就是精神啊，太好。我说这有时候你也睡着干起来呀，有时候你不在睡着，我咋睡着啊？还在忙啊？我家庭家务，我不睡。我这个我教书，我两个回家，都接着回家。我那现在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交代就行。我说我到了不干半天，美国没过来，我谁也不欠给你。